建政人，还是调解人，还是当事人，还是泡茶呢？见证人就是他们都讲好了，就今天晚上三位啊，这个朱、何、柯三个拢接到电话啊，头家嘛敲电话来讲，明仔载恁就听妈的话，所以明仔载马英九可能变调解人，卖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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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以和为贵以和为贵。第三种马英九变当事人。马英九变当事人，就是他们讲完之后，马英九说：“来，我提一个共同方案，就是马氏的全民调。”某一种就是马英九坐到遐，马英九无讲话，啊，就因都讲讲讲，啊，马英九就就去泡茶尔。朱任出两招：一，我也支持全民调啊，只是我要六四开的全民调；二，我为了展现我的诚意，我要政党协商。我明天总统会不开了，连让中常委提案翻桌的机会都没有吗？然后讲完对不对？那不然我们下次什么时候见面？明天唯一主流会跟他妥协，就是下次开会时间。